石头，石头吧。就说我没有办法把你嗨起来，但有些东西可以啊。但如果你要做，不要说是我叫你做的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没有说啊。刚刚那些言论都不代表本台的立场，对歉。你刚抛弃我去做其他事情，然后你竟然还要我帮你嗨起来，你他妈！可以啊。他现在没钥匙。买钥匙那么便宜。免钱猛 Q 啊！有人，有人，对面，对面，对面，往左跑了，往左跑了，往左跑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两只撞装了。我就开枪了。OK。我先开枪。我打这个，我打这个，我打这个。你继续看，你继续看。我现在没看到他们，他们不见了。我觉得他们走去宿舍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打完他，打完下面那一只，再去宿舍。我看到了一整组，一整组。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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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零。我要！我要！我要！在哪？我要！不是哦，刚才就这么明显，三个头就在他妈的马路上，在那个，你就抛枪了，打没有打死一只哦，有截到啊，有截到，没有啊，没有打到头啊，一直在那个房子后面，你看到那个包包了吗？我的角度看不到、啊，不是啦，那个任务啦，大 K 是那个啦，我在看啊，我看他，看他，妈的，哎呀，你不能打，妈的。我看一下右边，你等我一起开枪嘛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解啊。干不是啊，头就在那里，你不开枪，等下就跑走了，妈的！啊，壮壮应该过去了，有三剩两只哦。是啊，解完了。我没有打到，有一只在工厂里面。我不要理他，有些打不到他。但是地上已经有两只尸体了。我要打宿舍吧？不捡吗？重装哎、欸！啊，你只是重装？我看有一只是重装的样子，我打死的第一只是重装。好啊，那走啊！从公车那边跳进去就好了。行啊。不然你开门其实没有要开门，我没有要。哎呀哎呀！是啊。不是不用狙击枪，我切错了。那个狙击技能啊，这十二级。好了，我先捡个几百万一下。一百万，一百万，没有一百万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先吧，啊，你要先。确定还有一只，最右边车子我看不到，你小心哦。看来还没女装就嗨了，嗨啥？他蛮有可能在那个的工厂里面，不然就是在右边草丛。我的想法，我觉得他有可能在桥上，桥上也有可能。你桥上才有办法看不到队友的尸体。重装你有打死吗？看起来是打死了。你现在在哪 ？OK， 在右边。不行，我先把右边草丛清空，丢个雷炭之类的。我已经看了。不是啊，我是指那个啦，那个啦。
我丢雷了。等一下，是没丢好？没有。哇哦！跑，他跑过来啊！尸体那边，左第一只尸体还是远的那一只？不确定，尸体边，远的那一只，远的那一只，比较靠近右边，靠近墙边吗？铁！保牙。他刚踩铁，啊！装备没了，装备没了。工厂啊，工厂里面，先把这只拉走。我架着，我拿完了。Wait what？ 等下。先打他，先打他。消音枪点到，你没听到吗？没有，点在我们旁边。Nope。我从侧门进了。行。我跟你。装备在这里。地上哇，炮门是开的。好吧，不是重装，我的锅。后门后门，你可以吗？他跑了啊！他把他装备买了啊，然后我把他装备捡回来。啊，丢这么明显的地方。对，我帮他把他捡回来。看我远处看是黑色头盔啊，黑色头盔。他 AK 哦，看我把 AK 捡走。嗯，你不能捡吗？你看 AK 包丢哪里啊？哦，在找。那是 AK 哦，你怎么知道？Yep， 我捡到了。我把装备回收了，人真好。我远处看你就黑色头盔，他妈的！你去宿舍看看吗？还是？走啊！两层三层？随便吧。那就直接三层吧。不好说。如果他们在解宿舍用，那就会在。This， 我活着。哦，你有开枪啊、哦！我竟然没有听到你开枪的声音耶！喂，我。喂，打你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是 K 波打的。我知道。还是他们跑去河边的？难说，难说。这近吗？近了。我刚才不知道是不是听错。哦哦，肯定有两，上面有人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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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楼也有，三楼有很多尸体。他是 BT 弹吗？是，很痒，但是我被打成重伤。Never mind, I gotta stay focused. You got some kind of fucking problem? 哇，会嘲讽哎，可以。Friendly fire, you fucking idiot! 我不就在你旁边吗？ You are fucked. 哎，他没有办法，你要小心的是他们双甲。只是担心双甲。
啊，我按错。哎、欸！他丢了吗？他丢了，他丢了。他丢的，他丢的。我也丢了一颗。他丢怪了。我没有补止痛啊，我先补。他如果有离开，我会跟你说。干，他手也太多了吧。他死了吗？我开二龙门，我开二龙门。好，好，他在你左手边。你把雷丢到我这里来。真的假的？他在你左手边哦，我不知道你右手边有没有，你自己小心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小心他的队友。你杀的？你杀的？快撸他，快撸他啊！照抓！他们打死 boss 哎、欸。对啊。你说楼上还有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刚听到有人旋转声音，是你吗？我不知道。反正我架着二楼，我架着楼梯间。我先换个脚，我们打到自己楼上。OK。那走吧。我没手雷，有多吗 ？OK OK。他们刚这组是两只哦，但是如果照刚刚的情况，他队友应该要来帮忙。是三只吧？不是他为什么？他队友为什么没来帮忙？流血挂了，或许我丢个给你地上。OK OK。愿意。你要从哪边上去？中间吗？中间。这么狂哦！因为我刚才上去，他没有人打我、啊。Okay.死了死了死了！你妈干！他怎么？你怎么活着的？我一个神走位，快吓死了！缺壳这一车，他们两个狂扫哎、欸！来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垃圾子弹？我要看，我一定要看。没有，第一个完全没有打到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跑到上面来，他才打到我。你这次都 check 过了吗？对啊。OK。没有了。厕所还没。斗鱼，25等，哇 ，SA 五八，他不用 SA 五八拿 AK 打。Okay. 太削了吧。OK。哦，他的 SA 五八看起来是剪刀的。哇，他们真的是搞砸的，怎么输啦？哎、欸， Wait, 对面打你哦。没有啊，没打我啊。有有有，我趴着呢。你在跑吗？他，楼梯上来了。不是他哦，不是他哦，不是他，不是，是消音的。对面有窗户是破的，对面有窗户是破的。ABS 我解不走啊，地上。我也捡不走，我捡了三把枪。我也是，我也捡了三把枪。直接撤吧。行。止痛药，你有补吗？有人碰草哎、欸。MP7，下面。下面。对。我守三楼。在守楼梯间，我猜题要跟我说，因为我这里都是灯的声音。好，
他打你吗 ？Nope， 他在玩，他知道我不在这。走铁，另一边。哪一个另一边？二楼的那边。这怪怪的。你在跑吗？对。不在阳台。大概踩另一边铁梯。他在我站下方。他往门走过去了。正门。死了！死了！死了！他死了。冲锋枪吗？不确定，重装，超级重装。我担心的是两个、欸。我也觉得有可能两个。我觉得是两个几率很高，因为那时候刷草声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边才刚刷草，另一边就有声。那你要注意中间楼梯哦。这个我在看便利商店，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是他们，有可能。加了能不能减少？要加至少要16吧，我觉得。我有点想要 check 他的枪，但我又觉得有点危险。我惨叫声就是死了嘛，看情况。但刚刚那个惨叫他是死了。你在看楼梯间吗？我没办法完全看到你在那个楼梯间。哇，那他会不会冲？他会不会上来？你在动吗？对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去楼梯间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有看不上。会啊。可以吗？听到你的头，我想 check 他是不是冲锋枪。我来 check， 我高倍镜，我16倍。不是，可是他在一楼啊，尸体在一楼。我这边看得到啊。看得到吗？不是，他不是冲锋枪。你确定？一楼，一楼。对对对，我看到转角嘛，是吧？对对对。他是 M4 之类的东西。要么 N4， 要么 A 打，要么就是那个新的那把。对，还有一只。我觉得冲锋枪应该已经进来了。对对。我看一下 AI 在哪。不想直接跳下去啊，直接用冲的。我们直接跳下去吗？哦，那个是。可是那。改草丛去。对对对，我想去后山再抓他、欸。我去后山，我有高倍镜。行啊。听起来不像 MP7 啊，怎么听起来弱弱的 ？MPX 吧，有可能。哎、欸，还是我去对面。对面或后山看你。对面我比较能支援。我去对面好了。其实我们可以两个都去对面，因为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好收的，对吧？而且对面我比较看得到尸体。我跟哦。啊。Nice， 我两只脚都断了。好自脚啊！我先探哦。我两只脚都骨折，我自己来。这个。他们这个规模差很多啊，而且你知道，有不能比啊，这个工作室的等级不能比啊。他跑走了。没没没跑走，他在对面，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，因为他刚才打死一只马路上的 AI。等等，我看到他了。死了吗？或许。蓝盔啊，弹75米啊，没有，这边没有70米啊，尴尬，要是没死的话就尴尬。我觉得他是死了，你觉得他是死了啦？对啊，因为我确确实实打到他的头上。哦，我看到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我看到地上一只。他，
这声音很弱哎、欸，这不是我刚刚感觉在一楼的冲锋枪哎、欸，说实在的，去看看吧。感觉还有一把、啊。我觉得要么就是你说的那一，就是第一支那一个，他身上有背其他枪啊，不然怪怪的。就丢雷炭了，能雷很多，不用钱。我只有两颗啊。我很多啊。Yep. 还是要进一楼看的。先去个，我先去个什么外围吧。我这一侧没有。我这一侧也没有。进去吧。小心左边、啊。我看了。这样吧，你先收吧。去个小二楼。反正有够多人的。你先收吧，那只比较安全。有安全吗？我那一只在马路上啊。是这样讲没错啦。而且这个就是他真的还有一个人在 camp， 那这个认了好不好？对吧？真的认了。没话讲啊。可是你不敢相信这是 Unity 引擎做出来的，你也想要是德隆达，这游戏开始以为是用独立引擎做的。只是觉得一开始听起来很 MP7 啊，好啦，另外一只。Oh my god！ 你害我吓！不是，不要说你吓一跳，我也吓一跳。没有了，我走。他死了，估计。哇，他好菜啊！我在你后面，就说还有一只哦，妈的！他说：“怎么可能？声音不太多。”对啊，他在最底部那一间，应该是死了，我不确定。不知道用密探就知道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耶，他死了！哇，重装哎！哇，其他甲。哇，新手雷，明白了！啊啊，新手放了，新手放了，还帮我去拿一个雷。我要去收另外一只，时间。Oh shit! Oh shit! Oh no!好扯哦，原本完全没有人，等一下我们把这场所有人都杀光了。是，哇，我们在时代广场内杀了三只，然后总共九只啊。对啊，哇操哎、欸，哇！而且都是对面炮枪，应该说有一只对，对。
我们各有一次是因为被他炮枪，所以我们才活下来的。然后我冲上楼，那个我不知道他在扫什么。我一开始以为你死定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想好这个要替你收尸了，没有想到。啊！我杀了四个。我杀了五个。对吧？他死了吗？我开了，我开了龙门，我开了龙门。好，好，他在你左手边。你把雷丢到我这里来。你跑吗？是你跑吗？我开了龙门，我开了龙门。好，好。他在你左手边。你把雷丢到我这里来。